哎呀，哎呀，我坐，一下来，我坐，把那个摔了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哎呀，我的天！你这玩游戏呢？啊、让打的！我想救老板去，我想救。对，你怎么一个人打？不是你，这你防卫呀，你搞的防卫吗？没事，赶紧说，这边拦着，这边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动吗？不是，他们不动啊！你们得拿点东西啊！不是，拿东西是另一回事。他们在，他们追过来的，在拦你，弄东西，你们可以拦他呀！我拦他。对呀、啊。完了，我再跟我商量。哎，你别看。这不行，没有状态。我俩前面打都干不过，不行。然后那谁，那个小子，你们俩搬到搬那里。我就是到这个位置，就你看着看着。我觉得就是你们一般，你东西一放下，你可以拦一小孩，干什么来了？你就我一冲出来，你们就在后面就拽我，对呀、啊，拽我拽得住拽不住是一回事，你拽住就拽住了，没拽住女的跟女的就跟他们就撕巴起来了，懂了吗？我就肯定跟你打起来了，对，肯定呀、啊，我就是干啥？你真的你就你反正就是妈妈，你冲小孩，你别冲他，抬洗衣机也好，把洗衣机扒了一放，拦小孩，他们跟女的撕吧拦着，你一打小孩，我又冲他来又对，对，当然了，跟我动手。一个护小孩，一个护妈妈。好，然后你们就跟着就拦女的，就你就真拦呗，拦小孩都行了，真拦，他动你就拦，别装。然后你嘴里头还说说，啊，你后面当处嘛。对，就拉嘛，就拉，然后你就说，你把东西，就是你把外面东西你交出来的，就不搬点东西了，你就说这些话嘛。怎么老在这土上较劲呢？不是，这不是太湿了吗？我怎么说那个，就是你把我的东西给我放上，不是把我的东西放上，你把我的东西放上，不用搬我东西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第一个是你把对拿东西给我，你把我家的东西给我放下。第二个，你把我家的不要打我妈，不要欺负我妈。放下，走，走，放下。别拿我东西，我不放下，别拿我东西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拿去。别拿我东西，别拿我东西，你别拿我东西。你别动手，别动手，走。走，别拿我东西，别拿我东西，别拿我东西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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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拿我东西。别好，拉房子，拉房子。
雨呢？消防，消防。哎，我看那边一说停，消防队那边水都关了，再起都来不及了，就被那中间空了一块。当然了。不行的话，不行给他搭起来，搭起来回头再拍。哎，这个架子也都搬走，这个地方要用啊！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谁有炸弹？你们那有炸弹没？炸弹有没有？炸弹有了。我这衣服上有一把呢。我们鱼也不想玩了，我刚才一抬头刮一大碗脸。低点，低点，多来，这个可以多来，这个草多来点。再拿，再拿，有的是。导演，对，完了，你弄完了以后来铺草，来，往后，啊，摇一个，不能太远了，带。好，可以，我再来，那个，导演，可以。这边会不会太厚了？太厚了，先等会儿，没事，厚了好办。五，来，好几来一块儿踢，大概多少公分？来，就垫正吧。都是湿土啊。OK， 来吧。像这一块都是湿土，再来，没问题吧？哎呦，这是挖那个洞穴的吗？没事，这就是刚挖出来的。再来。再来，继续。哇，电我都包好了。再来。全部包了。再来两千多。再来。啊，风一压一下就低了。我知道，所以让它多垫一点。再来。还差不多了。好，补录。让它压一下就低了。直接压下来，直接压下来，来，上，一二，那个小心，这咱又下来了，后面再压一下，踩一踩，先看高速，怎么？哎，小任，你出来一下，现在有没有金光？没有。看这儿，哎，好了，一二三，哎，谢谢李军老师，谢谢，太棒了，来个烟抽，来个华子，老爷别那抽，啊，太棒了，啊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们一路走的，啊，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，辛苦辛苦，这剧场戏克服了天，来我们仨一张照吧，来咱们仨一张，克服了，哎，大家踊跃和李军老师，李军踊跃照相啊，好，克服了天气跟疫情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好，来田书记要不要照个，来田书记来照张相，来，来我们大家给田书记照张相。导演，咱往这儿站一点，好吧？这个背景，来，我们前面蹲下来点，前面可以看看，你站来，老爷子过来，脸都有吧？来，把自己的脸都露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。现
在呢，就是拍素材，一张一张纸拍给他，他最后去叠去弄几张纸，全部靠后期来做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好吧，你可以跟你解释。只用各个角度，就站在那一张一张翻过来，正过来，两张纸，一张纸，这几个就完了，特别简单的一个素材，就拍一个素材的一个特效。我就特别简单的一个视频，就跟你说，就是同级队的同级队，然后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静止状态，然后对对对对对，他角度。还有一个，他今天生日，待会儿会祝他快乐。그리고오늘생일이잖아요이따가생일축하好，那先拍呗，拍是这意思，大家理解了就好了，好吧？你是专家。啊？他说他全部在这吗？哎，张主任你好，张主任，我们有主任在那边统一登记的。哦，我们行程码都看了，全部看了吗？对对，健康码都看了。啊，再下来多少啊？我们现在应该有20人差不多，我们每个部门的都要过来看一下。是，咱俩好好托咱主任给下回来，问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您好，您好，欢迎天气晴朗。然后他这个康复中心只有这一层是病房，然后他每一个房间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就是只能看着走廊关系有什么好的。怎么办？这个窗帘，因为走廊都是一样，走廊都会是一样的，干净，就是里面的床头啊，或者一些医疗的设施，他们会弄一些就。啊。开始。那是呗，要是我们同意不搞的话，你私信给呀，还有治疗费、手术费，他也出了。这边的拍，你们的，这边我这边的吧，都可以，到时候。好，好，现在呢？这边拉一个小时，然后这行吗？嗯，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是吧？你真够专业。要是我们同事不高的话，私信给了，还有医药费、手术费，他们也都出了。